什么歌曲？樱花色的梦。哦，这首歌呢，点阅率应该很高很高的。对，就是为了那个电玩写的歌曲。对，Demo。有一个那个台湾的那个电玩Demo写的歌曲。然后呢，这首歌曲嘛，因为作曲家是黄玉祥，钢琴家。和我的合作，那也是对。然后我填日本的歌词，这样不会很是那样的歌曲，是那个311大地震的2011年的那种电玩，我去东北写的歌曲。樱花色的梦献给大家。桜色の梦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